是我们一主播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喜欢的话评论666。那么多的美女选择了我，喜欢我的美貌还是喜欢我唱歌？如果只是打酱油，别来烦我。喜欢我的性格，请你关注我。每天腾出时间，我陪你一起过。我真心的希望你很快乐。如果真的爱我，就送花给我。如果我是天使，就守护我。我是美女主播，整天乐乐呵呵，只要有你在就不会停歌。我是美女主播，有时也是傻的。后来我就不会唱了，怎么后面我就不会唱，好尴尬。喜欢的话，评论666啊。